星级论证。今个礼拜我都继续睇好只阿里巴巴嘅，我谂都系即系之前同大家分析个因素啦。咁嚟紧佢真系好多公司行动嘅，一加六加 N。我谂即系张勇都其实都明几明确咁讲咗佢嚟紧成个策略啦。佢之前就买集团啦，基本上罚款就清晰咗啦。咁啊菜鸟合下都全部都清晰咗。咁我觉得嚟紧咧阿里云咧，反而就会一个另外一个摆上议题噶啦。因为佢当时佢有讲过嘅，会分拆上市啦。咁呢样嘢其实佢系都叫做首要任务嚟嘅。咁我觉得即系呢一排都冇乜阿里云嘅消息，我谂嚟紧应该市场都会开始炒作嘅阿里云嘅消息啦。咁另外一样嘢，我谂成个市个气氛好咧，因为始终中央政治局会议啦，咁国家主席习近平都分析咗个经济啦，咁就嚟紧都推出一啲政策啦，同埋特别一样嘢佢有提及，就系想提高资本市场嘅活跃率啦，加强信心啦。咁我谂而家即系大家对一啲譬如政策上嘅担心咧，其实我觉得就基本上都冇噶啦。咁同埋中国呢一派出嘅数据都未必系好嘅，希望就嚟紧嘅唔同嘅政策去刺激翻佢。咁我觉得系咁嘅情况，股票我哋系睇预期嘅。我觉得嚟紧即系港股啊，或者系 A 股，其实仲有一步进一步向上嘅空间嘅。咁如果你话向上嘅，咁我当然会拣只龙头嚟讲啦。咁所以就点解会拣一只阿里巴巴？咁阿里巴巴今个星期我就会睇只14.15啦，咁行使价就125.1嘅，出年嘅三月底先到期嘅，实际杠杆都接近五倍。点解我会拣一啲比较长身少少啦？都系嗰句啦，一加六加 N 嘅，佢好多嚟紧一啲公司行动咧，可能要年底先至会实行啦。咁所以点解我会拣一啲长身少少，同埋个杠杆又唔算话好低，其实即系阿里都逐步向上啦。咁所以我自己就会拣只145。